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请帮掌哈。各位同学大家早，那我们今天也先复习一下哈。其实上礼拜的部分是等于蛮重要的哈。好，就从这个诵句开始。虽然它这个内容不是很，内容非常多了哈。我意思说，诵句呢看起来不是长，但是呢内容却是包括了非常丰富的有关我们正果的时候需要用的哪几根。那第一个呢，就是九德边二果哈。第一句的话呢，它意思说。因为俱舍论等一下你后面看到他会把这个根做一个统计相关的数字呢，它放在一起，但是呢数字不代表内容是相同的。好，九个根内容其实呢初果跟四果都是靠九个根证得，好，但是这九个根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好，所以你会看到第一句九德边二果，边呢是指我们在这个正果位的时候哈，有一张表呢，我想这一张同学呢应该都看过了哈。好，你看这个整个有学位达到无学位呢，这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哈。我们的从这个四相四果啊，四双八倍，那这个呢第一个呢它是准备呢要进入初果。然后呢这是正德四果，所以九德边二果就是有九根呢，它是正德初果跟四果，它这里讲的是果位，所以呢它二果意思说预留果跟阿罗汉果。好，那九呢是指有九个根，那这九个根的内容呢就有不同，那所以这整个篇幅从我们140页的内容都是在讨论九德边二果，到呢141页的第二行这里为止。好，那所以二呢就是指预留果跟阿罗汉果，那九根呢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内容，那就是说有九个根会让我们得呢初果跟阿罗汉果，那刚好它是在我们整个四相四果呢四双八倍的位置呢是第一个根最后一个，好，所以它叫边这样子。好，那我们先看一下给同学的讲义哈。这一章里面呢他讲到的是呢不过要进入这个以前呢，我想我有一章呢是要给同学先复习一下的哈，看一下这一章好了。22根呢整个复习一下，是我们总共呢是从我们的五官开始，眼耳鼻舌身，到我们的意根，因为你有五官但是你没有意根帮你识别的话，你还是没有办法作用，所以呢这样子的部分是六个，前六个是认识世界的根门。好，所以从我们自身的这个开始，然后呢再分呢男生女生，因为杰出的人呢他是没有分男女性别的，是后来产生，所以他就把它放在呢六根门的后面，女根男根，然后呢因为呢这样子变成有八个，那维持这八个呢保护他并且让他维持有作用，一定是要有生命存在，当你的生命消失呢，你的前六根也没有办法作用了，所以呢这个保护八个根，而且呢让它具生诸法，所谓具生诸法是说心会产一根，就是一个心，好，我们的四蕴，然后这个心一作用的时候，它的心所就有同时产生心所的一些内容，那会在我们的根品的后面会讨论具生诸法，然后呢接着呢好，下面那这个内容呢我先把它分了，这个部分就等于是五蕴里面的摄蕴了，因为前五根
还有呢，一根呢，它就是四运，是星王。那你男女根、性别，还有呢命根，好，这些呢都是色运的部分。好，那接着呢，再来呢就要讲到我们的心的层次了。我们呢，在这个色身呢，在这个世间呢生存呢，一定会有感受。好，你会感受每天的喜乐、忧喜、苦，还有呢你的中舍性的心。中舍呢，有一种状况是呢不苦不乐，一种状况是无记的状态。所以呢，你的心呢就会有苦乐忧喜舍这样子的状态。这是身跟心呢开始呢有交互作用产生出来，这是受运。好，那接着呢最重要是这五个，因为整个呢修行的过程里面，这五个是少不了的哈。如果没有这五根的话呢，我们也就永远当凡夫了。那它是呢整个道地里面三七道品里面的五根。那因为有这五根呢，每一个众生都有啊，包括呢一禅提众生，后面会讨论到。一禅提就是断了善根，断善根的当下，它这五根是没有显现，但是并不代表没有，而是呢它是潜伏在你的本性里面，但是没有把它开发出来。好，那有一天呢，你听了这个善知识的开导，或看到呢一些经教的时候，你把它开发出来的时候，你的断善根还可以继续相续，变成善根呢就开发出来。所以这五个呢就是培养，要多多呢去认识，然后培养它的，然后让它呢产生力量往上呢提升。所以五根的后面就有五力嘛，我们三十七道品，对。那这个相应的心跟心所，也都是一些呢比较积极正面的性情念定慧这些，好，你会相信，然后精进依之来行道，产生灭苦，这是我们的行运，我们的行啊行的部分。好，那所以呢，整个跟五运还是有相关，二十二根。最后的三根呢，是我们导致出世间的作用。那这个名称呢的由来，我想我们有一堂课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介绍啊。当你还不了解四圣谛的真理，你的前十五心见到的第一心开始，一直到第十五心，这个过程呢，每一个都有无间道跟解脱道。无间道在对治烦恼，它没有间隔的，这个烦恼没有间隔，下一秒钟或下一个刹那，它就是解脱道。所以呢，这个到了第十五心的时候，这个无间道呢，完成了我们的欲界跟上二界的所有呢，见惑上的不清楚。所以呢，它已经呢断了欲界跟上二界的苦集灭道的一些呢不清楚的见惑的时候呢，到了道类智的时候，第十六心它就完成了。所以当到了第十六心叫当知，就完成了，完成了知道了我们的欲界跟上二界的苦集灭道的真理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是见到位了，也证得出果。这时候他断了是呢我们的烦恼有十个结，五上跟五下。五下呢是比较容易断的，五上的时候比较难断。好，那五下分解里面的三个结呢，三个烦恼它已经断了，就是呢身见疑跟戒禁取，这是未知当知根，它在见到的时候它必须要断这三个结，并且要促使它相应的心跟心所呢去行舍断。行舍字呢，行舍本身就是说我们的诸行无常，这个行好，我们会看到呢世间的生生灭灭无常的一些变化。好，那这些呢我们都能够呢舍离，然后有智慧好，然后呢去照见它的实相，然后呢不会呢被这个实相不会被这个幻象给迷惑了。所以呢到了行舍断的时候，代表你已经有智慧可以去呢断烦恼，然后呢他把这个身见边见跟疑戒禁取呢都已经断了，这个断本身就是有断三结的这个烦恼。好，那他就可以证得出果的道心。道心有以后呢，他就是能够断烦恼，果就会出来。好，接着呢乙之根呢是渐渐减少呢我们的
贪跟嗔。好，那前面呢这三个比较好断，贪跟嗔呢比较难断，所以它是五下分解的后面两个。但是来到了已知根叫做呢修道位的时候，它这个是我们的习气要慢慢断，好，所以它渐渐减少，所以它时间会比呢出国呢很长的时间去修。好，所以它在五下分解的后两个节呢是渐渐呢比较少，可是来到呢已知根里面有出二果跟三果，到三果的时候这两个节都要全部没有，然后去让他这个具身的心跟心所呢能够呢促使具身的心跟心所，哈，就是心王一起来心所这个法呢能够受自己的影响，就是说能够慢慢呢真的把这个贪跟嗔呢完全断掉，然后证得二果跟三果。好，那四果呢就是具之根，好，具之根呢是代表他已经呢具足了我们的见惑跟修惑都断完了，这个是断修惑，这个断见惑，见修二惑呢全断完了，然后呢有可能定慧等持的阿罗汉，有的是会解脱也有。好，那所以呢具之根本身的具呢还有断尽烦恼的意思。好，所以他这边呢我们的五上分解里面的色贪，就是上界的烦恼呢，色界跟无色界的贪呢，你也要，你有可能在修禅定的时候你会一些呢对上二界的一些执着。好，那还有呢调毁，还有我慢跟明，也都无明呢都调能够断了，舍断呢对一切行的这个可爱，所以这样子又趋向的涅槃，这是证得四果的道心有以后果心就会出来，所以这三个最后这三个是导致出世间的作用。好，二十二根，那我们的五根呢比较重要，就是呢再跟同学呢强调一下，因为有五根我们才会产生后面这三，这三根的九德一九立三根嘛，我们前面有一个送句一九立三根，一样是九，只是拿九来立这三根呢，这三根是未知当知已知具知，九个是哪九个，有没有同学记得呢，就是我们的意喜乐舍性情念定慧，一定有这后面这五个，啊，优良的这五根，然后再加上呢，你要你的心王一定要有嘛，所以一根也一定有。然后你在休息的时候，你会有喜根跟乐根，还有舍根，这三个是因为在修禅定的时候，依你不同禅定而有这个喜受、乐受跟舍受。好，这五根呢，我们呢。能够很清楚的明白这五根的人呢，这个修行人就是叫做预留果了。所以这五根呢，所谓清楚明白，是你要做到下面这几点。这五根能够呢，在你出发菩提心的时候，它就会升起了。它会升起的是呢，所有的一切善法。这五根呢是哪一些呢？就是我们这个性根呢。是四个预留之，预留之呢本身就是说，因为呢你的信心，有信为道源功德母嘛，那这个是所有呢修行道心的一个开始，就是我们的佛法身还有戒是预留之，就是呢你要对佛法身三宝的信心具足，然后呢又能够守戒，这个呢性根呢。如果你能够做到的话呢，啊，就是你对这个性根的了解，它这一关呢，我们要如实明白五根，这里的明白是你要，行解并重都做到，啊，不是只是我们知见上的了解。那第二个呢，精进根呢是事正勤，就是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总归一句是这样。那就是说呢，这个。我们呢以断的恶呢不要再让它升起，然后呢以生的善根要让它增长，所以这个四正勤呢也是在戒的部分。好，这个有戒，这个也有戒，所以性跟精进呢都是一个重要的基础，然后你要保持呢正念，四念处里面的身受心法。好，透过呢
你的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呢，来培养我们的正念。那这个正念能够保持呢，随时你都看到了是呢佛法的实相。所以呢，法念处是随时你都看到的，我们的共相里面是诸行无常、诸法我、涅槃寂静。好，所以有正念以后呢，你要也很清楚，也保持这个正念，然后再来呢，你要有这个视净律，好，这个定根呢，就是心呢要保持很稳定啊，平衡，好，身心平衡这样子。再来呢，你的智慧就开发出来。这个慧呢，就是我们的四圣地，好，我们的苦集灭道这四圣地的真理呢，你都很清楚。所以呢，五根呢，其实就是呢，它的内涵是从我们这个红色的颜色哈，是欲流之，是正勤，是念处，是净律，是圣地。所以呢，它整个还是在三十七道品里面，因为我们三十七道品一开始就从是念处开始。好，里面也有四正勤，然后呢也有四神足，好，然后呢这个五根五力就出来了。所以五根呢整个也是呢离不开这个三十七道品的内容。好，最后呢八正道就在四圣地里面了。所以这个五根呢好比是一棵树，它有扎根，扎了五支根。好，那这个根呢越稳，那树呢长得越高越茁壮越巩固。所以我们要移动一棵呢千年的柏树，千年的一棵树呢就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它已经扎根扎得很稳了，有可能还有树神。所以呢它不能成长很好的话，当然你就没有办法 站稳，就没有办法生长得很好。所以这个呢再回到我们刚刚复习的讲义哈。所以二十二根呢它是呢从这个原来当机了。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就会看到呢是九德边二果，从我们课本好了。好，课本它现在已经当机了。好，九呢是在我们一四零页有看到有哪九根呢一样有刚刚性情念定慧这九五根一定有，这五根一定有。好，然后呢一根一定也有嘛。那我们刚刚讲这个在我们的前面的初果呢，它证得是未知定，它没有达到初禅根本定，所以呢它是一根，还有呢舍根，还有性情念定慧，好，这五根。好，不过呢因为他已经证得预留果，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无漏的三根里面的未知当之根要进去。那因为他在第十六星已经来到修道位了，所以呢他有已之根，就这样九个。好，这九个，所以前面的九跟后面的九呢它的这个内容是不一样的，是内容 会有所差异。不能一下给他太多工作哈。好，那这样子呢我们这边红色各位同学就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第二讲义的第二章，就是说这个地方呢是从我们的五净根，然后一根，然后加已知俱之根，然后再加上呢这个是初果已经看完，这里现在我看到的这一章是四果。因为四果罗汉呢他可以证得的是呢 他用九地进去嘛，九地在我们的一四零页的倒数第五行。第五行有一个九地，对，那九地呢他有讲到是哪九地呢，就是有初禅、二禅、三禅、位次中间第四净律。那因为呢每一地它的这个受呢，一它进去的地不一样，它的受会不一样。好，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先看一下，在初禅跟二净律它是
喜受最强。所以这时候如果他是一呢，初禅跟二经律进去得阿罗汉果，那我们就要加一个喜受，不一定跟出果一样加舍受。出果呢，它是用位置定进去的。然后呢，如果第三境律的时候呢，它就是用乐受进去的。好，因为第三禅的乐是世间上最大的快乐。那如果是第四境律或中间定或位置定呢，那它就是用舍受。还有呢，我们的无色界也是舍受。好，所以它就有舍受进去。所以在八根以外，本来它也是九根，但是就不确定它是用哪一个受进去，那只加其中一个，好，这样子就会产生这一张嘛。哈，这一张有给同学，那同学有没有发现它哪个地方有错？少了一根，这边少一个义，因为我们不是有一张表是在这个二七三页这一本。好，那个时候画的时候忘了把这个多加进去哈，就是我们刚刚看的总表呢，是我们看完呢出九得边二果，边呢是一个预留一个阿罗汉，对不对？好，就这两个，然后九呢就是我们现在在上面看到的，如果是预留果，它依位置定的时候是舍根、位置根、已知根，好。然后还要加呢意根跟性情念定慧，然后如果是阿罗汉果，就依他进去的禅定不同，他看到要加的是喜根、乐根还是舍根，然后再加呢，因为阿罗汉已经呢是超越了预留果，所以我只要加具知根跟已知根。好，因为有一些阿罗汉是从呢三果或二果呢超越跳过来的哈，超越证了哈。好，所以这边呢请自己呢再加一下。好，下句呢七八九中二，这个呢就比较呢复杂了哈，它包括这个七根八根九根，就是有三种内容。好，就是说我们的中间哈，这个中有代表意识有一来跟不还果这两个，刚刚那个边的两个果是初果跟四果，那二果跟三果就在中间。好，这个数字呢有三个，七根、八根跟九根。好，所以呢七八九中二，那我们先讲了一来果，一来果就是呢我们的二果，二果圣人。好，那因为呢这个一来果跟不还果，我想有一些同学可能不太清楚他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一个名相哈。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补充的地方好了。我把它放到后面去，看一下。好，那没有找到，我就先放上面好了。啊，一来果的话呢，它在这个。我们的这一个有一张表哈，它没有存进去。好，那在这个位置上呢，我们假设这个修惑哈，它断的时候呢，一来果它在这边呢位置，它断的位置呢，等于说断的修惑，它这里呢，有断的是呢。只断了一二三四五，就是我们欲界修惑，它已经可能断了五品，然后呢，或到了六品，那等于它后面你看到这个位置，它是任一大生，等于说它只要再来人间呢，它剩下的
这个祸呢，会留在欲界，是因为你欲界还有这个烦恼没有断完。所以呢，他如果已经证得一来果，就是代表他只要再来人间一次，是因为呢，他在人间的这个修惑呢，还有下三个下三品还没有断，前面六品都断完了。好，那如果前面六品都断完，叫背离欲。如果我们是以另外一个名称，是说总共有九品，然后呢，你断了前六品了，那还后面还有三品没有断。所以呢，六跟三之间呢，它多一倍，剩下的三品没有断，所以这个人呢，他已经先断前面的六品修惑，然后才见到的时候呢，他就变成来到二果了，叫背离欲。好，他就多一倍的离开了欲界，是因为剩下三品。那这个圣人呢，他只要再来人间一次，是因为他剩下的只有呢，这个下。中啊，下上下中下下这样的下品的这个烦恼还没有断，所以他只要再来人间一次就好。那如果你断了九品呢，那就不用了，就不用再来了，叫不还果，就不用来人间了，有可能就到那个四禅的五净居天修行了。好，就以他这个断烦恼欲界的烦恼断了几品来看，然后呢，他会留在人间的时间有多长。好，如果你有这个地方的烦恼，你就会继续来这个地方，再把它修到呢完成圆满以后呢，你才离开这个地方。好，我们中间这边呢看到呢，一来果的时候呢，他又分了次第证跟超越证。我们刚刚讲，因为他有牵涉到见惑的关系，所以他会有超越证。超越证就是说，他没有呢见到以前，他已经先把他的不良习气先修正了。好，次第证呢，就是先见到，然后再修道。那我们的这个部分呢，在我们一四一页呢，它整个文章呢，有从呢七八九中的从第二行这里开始啊，哈，一直呢到这个第二十六第七行这里呢，是都是在讲一来果，一来果就是再来人间一次，它也叫做二果圣人。好，那这个地方呢，它有次第证跟超越证这两个。好，次第证的时候呢，它因为呢，有漏世间道跟无漏世间，看它用的是什么方法来证道。那如果你用的是有漏世间道的时候呢，那你的五根要用到意跟舍也要，因为你是用有漏世间道嘛，那你一定要有出离心舍的心，你才会呢离开欲界嘛。那这时候你就要用观哈观的方法，因为呢这个时候有可能他没有入根本定，他只是未知定的方式，所以呢他这边用意根舍根性情念定慧这七根，它是有漏的方式，所以呢它还没有未知当之根，有漏世间道。好，那有漏世间道这个地方呢，我记得我有补充讲义给同学嘛，哈，是这世间道就是用还是在人世间的方式呢，因为它能够还是招感人天有漏的果报，所以叫世间道。因为你用观的时候，你要观欲界的这个出苦障，就粗糙的地方哈，因为跟上界来比，我们比较粗糙，他们比较精细，然后呢我们比较就欲界有苦，上二界没有苦，对。那但是呢到了苦地的时候，上二界有，它是一种呢比较维系的心灵上的好那一种苦。然后障呢其实障碍我们修行的这个部分呢你去观，然后这个是无间道的时候，你在观它的时候呢，你就对它很清楚，叫做如实之见的时候呢，那你又观了上二界的净妙离。好，就是上跟下互相呢这个比对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说你比较喜欢呢离开这个欲界，所以你会心上厌下，
所以一定有舍根，有意根，你要用你的清净的心去关照，然后性情念定慧，所以用七根。好，如果是有漏世间道去做观的时候，然后它是次第正的时候，里面有分呢世间道跟出世间道，所以它会从自己这一地跟下地之间做比较。好，或者是自己这一地跟下地都观了以后呢，再观上地，还要再观上自己的上一地。好，那我们这里的上一地应该是色界啦齁。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解脱道是源于上帝的有漏，好，诸有漏法，好，是观他的净妙理，所以他还是会招感人天有漏果报，所以他就没有加无漏根进去了。好，那会呢，这样次第去观的时候，他可以断呢下八地的七十二品修惑。是呢，我们现在在欲界，我们在欲界的这下一章是这个。欲界的话呢，你要看一下这一张表哈。好，我们在五趣杂居地。好，那五趣杂居地这里呢，它的修惑呢是只有九品嘛。那这样子，我们在这里心上厌下的时候，那我们看到前面后面还有七十二品。那如果你今天来到最上面的非想非想处这一地的时候呢？他呢就是说当我断完欲界的烦恼的时候，我就来到色界做观，好，入色界的初禅的禅定，然后呢再观心上厌下，再观上帝我们的二禅，然后呢再观下地跟自己这一地，所以慢慢一直观，观到这里的时候呢，最后是非想非想处的时候是最高了。所以呢在这里的时候，他可以断的是哪几品？八十一品里面前七十二品，自己九品了。这一个，因为他已经是最有顶了，他呢没有办法往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初果跟最后的四果呢，他都一定要用无漏智慧，他就没有办法。这个是有漏的六行观哦，但是他就没有办法用有漏六行观去证的阿罗汉果位了。因为来到这里，他没有办法再往上，上去，这里在三界顶了嘛。好，这个后面等一下再补充来讲好了。他回不去了。好，那再来呢？他有一个出世间，所以世间道是七根，再来是第四行一十一页，出世间的时候是八根。八根的话，就是前七根再加一个呢，已知根。已知根是出世间道的关系，所以呢，因为你现在是在恶果了嘛，恶果，那你当然是已经进入修道位了，所以你只要加已知根，不用加未知根，因为你已经进入修道位了。好，接着呢，所以他这边呢，八根是刚刚这七根在加，所以你会看到前后文字会，依着呢是他根呢是依着前面在加多一根的时候，他不一定先讲出世间或世间哈，他会依他呢讲的这个数字呢，前后来加，然后我们看呢下面呢，他有讲到呢一来果还有的方法是呢叫做呢超越证。超越证刚刚呢已经让同学呢先看过我们的修惑哈，当你呢断了欲界六品修惑的时候，叫背离欲嘛。好，就是欲界，这里欲界有九品，对不对？九品的前面呢的六品都断完的时候，剩下三品叫背离欲。这时候呢一来果它已经呢是背离欲，然后呢在正德的时候呢，等于说他后来才见到。好，那他就是超越正了，所以他下面讲说如欲流果，他也是九根正德，这里的如欲流果是跟前面欲流果一样是九根正德哦。好，那他的九根呢是哪九根呢？就是我们前面的部分哈，它的九不是跟欲流果完全一样，而是呢前面我们有这个五净根以外，还有意根，对，还有舍根，
然后这里呢，因为他已经来到一流果，他一定要加乙之根。好，然后呢，他又有舍根嘛进去这样子。好，这个就看我们另外一张表会比较清楚了，因为现在电脑已经当机了，273页，你可以看一下273页的一来果超越证的九根，它要加一个未知根，因为它超越的关系，所以呢再加一个未知根，所以变成九根，因为它从呢我们的这个见到位呢跨越到二果，所以还要加一个未知根。对呀，我也不知道，觉得怪怪的，那个控制器在后面，要请班长去看一下，我也觉得怪怪的，可能也没有录进去了吧。没有的话，你可能要请那个淑芬师姐来看一下。好，那我们这边呢就有次第跟超越嘛，哈，所以呢它有漏世间跟无漏出世间。那我们刚刚呢就是，如果是有漏的话呢，它就变成是几个？是七个。然后呢是无漏出世间呢，就八个。它多一个呢，这个乙之根。那如果超越证呢，因为它经过见到的位置根，它已经超越，等于说它先离我们欲界的六品贪嘛，然后呢它就要被离，所以呢它后来才见到，然后呢现在好像有了哈，现在 OK 吗？但是声音也还好，不是很大哈。好，那因为他超越关系，所以呢，他这时候呢见到的是后来才有的，所以未知根也要加进去，然后再加一个已知根。所以这一张表呢，就是整个是这样子了哈。那重点是红色这个一根跟五进根都有。好，所以刚刚为什么在复习的时候再加强一下？要平常呢多开花你的五进根，还有呢你的心王这个四运呢是要清净的。好，那这样子呢，在这个修行正果上呢，它就会比较快，因为你要多多呢去培养。那下面呢再来是我们的不还果。那这里呢不还果会比一来果复杂了，是因为它所入的禅定呢更多了哈。因为我们在前面看到的时候呢，看到这一张表的时候呢，好，看到这一张表的时候，哇，这个声音忽然间这么大，太大声了。所以我会为什么会觉得好像没有声音，因为我要讲很大声很吃力，那我现在只要讲一点点声音，它就已经感觉很灵敏。好，这是麦克风有没有的感觉都很清楚。好，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下面呢这一个他讲到的是不还果哈。不还果呢，他这个地方呢已经来到这个位置，你有看到这一，先看一下这一张表，所以呢他已经是呢到接近色，因为阿罗汉像其实跟不还果之间呢会有一些重叠。当我证得不还果的时候，其实我就开始往阿罗汉像去努力了。那因为呢，主要你证得出果，你就会一定有一来果、二果到四果。但是呢，我们真正呢要禅定禅修的时候，一定是在这里进入真正的色界的初禅，所以有可能呢他会进入的是呢色界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所以呢就会有根本定跟不入根本定的这些问题。好，
那我们呢，接着呢就会看到了，他在这个从呢我们一四一页二四六第七行这里开始，他呢用世间道的时候呢，依次地震，好，就是说这个不还广哈洛用世间道里面呢，他又有次地震跟好那个表格呢，我想这个上次有寄给同学，应该各位同学就可以看到那张表吧。直接看表对照讲会更快一点哈。所以它会有前离异，因为来到了全部的九品，这个修获全部断尽嘛，好，它就会进入呢我们的一来国啊，二国断完三国，进入这个三国了。好，那它会有下面的这一种。不同的这个禅定的内容哈，是因为呢，它有入了根本定的这一章，现在才出来。那这个不还果呢，它已经呢证得呢，九品修获都断了。所以如果呢，我的不还相的时候呢，它跟这个不还相是还在呢，断修获嘛。那如果我全部的九品都断完的时候呢，他就进入了不还果的位置了，他就真正进入了这个九品修获的位置，就不再来欲界了嘛。好，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是我们刚刚前面的部分哈，这个也是前面的。那有根本定，如果有漏世间道，它会有两种情形。如果呢，我刚刚用那个有漏六行观的时候，我是呢未知定，我没有用根本定进去的时候呢，我是一根舍根性情念定慧，跟前面一样。但是我如果入了根本定的时候呢，那我就要在前面七根上加一个禅定所进去的受。如果我是从初禅，因为我们刚刚看到有一张表示呢。这个时候他有可能进入色界的初禅，那色界初禅呢，他的这个受呢最强的是呢喜受的喜根。好，那如果呢他是呢无漏的，所以刚刚这个地方呢他就会再加一个喜根，是八根，对不对？七个八个哈，那九呢，九的是在这个无漏出世间的时候，他呢有一个不入根本定未知定而得三果的，那就是再加一个已知根，因为他是无漏出世间道，因为无漏出世间，所以他加的是已知根，因为他已经来到呢修道位了。好，他也是八根，那他的禅定呢是不入根本禅，所以他还是舍受，他就不用特别再加一个受。那如果是呢无漏出世间的，是入于根本的时候呢，那就要在前八根再加一个喜根，就是我们的初禅这里的根本定，因为这里的根本定通常它是会进入的是初禅，好，色界，好，它就变成九根了，所以七八九都有。好，那无间道跟解脱道就是呢，你要了解一下，在无间道的时候呢，它是呢未知定。未知地进行定的时候，它是呢在我们初禅以前有一段呢，你在修行的时候感觉呢心没有什么杂念妄想的时候叫未知定，它是舍受，它用修观的方式去确认智慧，就像我们的有漏六行观，它大部分呢因为它是用有漏世间道，大部分都用未知定。好，然后呢它也可以断呢产生无漏智慧哦，它也可以断九品的欲界的修获，然后呢解脱道的时候呢，它就跟它不一样，因为你在无间道的时候你用未知定，那解脱道你要确定了嘛，我们这个解脱呢是代表已经证得智慧了，不会再有任何怀疑，无间道还在呢这个对治烦恼啊，则灭无为，好，用选择的智慧断烦恼，所以它这里呢解脱道要依根本定。好，这个时候呢他有可能在我们现在是呢不来果嘛，三果，他有可能入的是初禅的喜受，
去断烦恼正真理，所以呢，这个地方在解脱道它就会进入根本定了。那还有一个呢部分呢，就是超越证。好，如果呢一开始呢，你只是先呢断这个不良习气嘛，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断了欲界的九品修惑都全部断完了。好，那这个时候见到的时候，来到第十六心道类智的时候，他变成就超越了前面两个初果跟二果，他已经证了第三个不还果了。好。所以这个地方呢，他要再加的，因为他超越初果跟二果，所以要加未知当知跟已知根这两个，然后再加他的受，看他是哪一个禅定进去的，证得这个果位的，然后呢，有可能喜受、乐受或舍受这样子。好，所以他就有九根得。好，下面呢一样跟前面一样哈，由初禅、二禅是喜受，三禅是乐受。然后位置中间呢，第四境律呢是舍受。那请问一下，我这里为什么没有下三定呢？因为我们这个本次哈，请翻到142页是九，一六地不还果是一六地，它不是九。所以我们在演培法师这边呢，这个地方哈，这个表呢，274的地方呢，274这个表的进来第三行这个，它有一个无设定，这个地方可能要请你自己稍微。把它划掉，因为呢，这个时候还在不还相。我们在我刚刚有特别提到，不还果跟什么会有重叠嘞？下一次可能要自己准备一下电脑比较好，因为它的速度是有一点太慢了。好，这个地方呢，你看一下，不还果跟阿罗汉相呢，它中间呢是有重叠的。好，因为你不还果证得，你有可能就在阿罗汉相，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它指一六地，是因为到阿罗汉果的时候，它才会进入无色界。那有可能这中间它只是在色界的范围，所以呢，它只在六地，还没到呢无色界的部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在这个位置呢，六地的话是指阿罗汉相，它可以进去阿罗汉相可以入的根本定是呢六地而已。六地就是呢我们前面讲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嘛。好，然后位置中间讲六地。那后面三个无色界他就没有办法进去。阿罗汉相只到六地，到阿罗汉果的时候呢，他可以到有顶，有看到这里有顶嘛哈，有顶的话就来到三色无色界了，无色界的下三地他都会进去了，都可以入根本定了，因为他已经来到有顶了。然后他只入无色界的前三个定呢去断烦恼，是因为有顶呢的烦恼是非想非想，好像有又好像没有，所以思维呢是似有似无的，心的力量很弱的时候啊，心呢力量很微弱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去断烦恼，好，没有办法去做观，所以有顶地的地方呢，要到呢我们六果阿罗汉的前面就是九地嘛，所以在140页的倒数第五行，他是阿罗汉是通九地证，有一句话吧哈。140页倒数第五行，阿罗汉是通九地证。那我们的142页的那个是倒数第二，142页前面上来第五行是不还果一六地证。好，就是他们进去根本定的不一样这样子，这个要稍微了解一下。好，这一张图我记得也有寄给同学嘛哈，所以呢，六地就是呢，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跟位置中间啊。如果九地的话，再加后面三个这样子，那非想非想处呢就没有办法去呢证得果位。刚刚讲，因为呢他的心呢太心力太弱了，很微细，
好像有想又好像没有想，那他当然就没有办法做官了哈。我们其实佛教的官呢，是来自于定，有定他才有办法做官。那这个呢，因为呢他的念头已经是有是无了，然后这个地方呢心的力量太弱了哈。好，接着是好这个后面有一段文字呢是比较呢，好，我再继续看一下这里好了。所以这个地方我把它遮起来啊，是因为上次那个表呢忘了把它那个画掉哈，是一位置中间第四进律这样子的时候，它是没有下五色三哈。那后面这个十一阿罗汉是我们根据本论来讲的话是发智论，他认为阿罗汉呢是一九立三根嘛，然后。最后这个句子根也是依这个九去产生出来的，然后依九是意喜乐舍还有性情念定慧，然后现在呢还有句子根已之根跟位之根。好，那如果我证的阿罗汉的时候呢，他认为是还要加呢，只要再加已之根跟句子根，所以变成呢是有几个根呢，就是十一个，他认为是应该阿罗汉要有这十一根啊。那为什么呢？你这边只讲到九根呢？啊，九得边二果嘛。好，那这个问题呢，有人发问以后呢，我们世亲论师就一一容有说，就讲说这个一个有情哈，这个一呢里面叫普特伽罗，就是不断不断轮回的这个有情了，它容许它的身上呢会出现喜乐舍这三受，因为他认为。在寂舍论认为证得四果阿罗汉如果是依次第证的话，他会掉会退，但是他的退不会退到呢完全没有，他退到呢大概呢就是二果或初果这样子。但是如果我早上呢修禅定修得很好，是证得四果，出来出定以后，在日常生活里面可能你又遇到一些习气啊现行的时候，他又退到三果或二果的时候啊，本来他的修后断了，那他的晚上的时间呢，他又从喜受或乐受或舍受进去禅定的时候呢，他有可能又回到四禅四果罗汉。所以呢这个地方呢他讲说他有可能退堕下来又从另外一个受呢再回去再证得四果，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有这个身上呢就三种受都会不断的一直轮流出现，所以这个发智论认为是由十一根得是这样来的。那我们现在这里讲的是认为说，因为你在看这个正是你正得的时候，你所受的是怎么样，是只有一种，那就没有可能三受都同时在嘛，其中只有一个受而已，所以他就没有把全部都算进去，所以说一个是呢总说，一个是正的时候说这样子，所以两个是没有冲突的。好，大概我们上礼拜的部分呢应该是到这里完成，但后面的部分呢是在我们课本上的哈，课本的位置呢从第一四三页这边哈，一四三页又有一个人问难是在我们的第六行这里。那如果在这个阿罗汉他有三受证的阿罗汉呢，他有就有十一根，然后如果你当时证的就只有一个受嘛。好，那我现在不还果三果是不是也会这样呢？因为三果里面也有一个入根本定跟不入根本定，而且他已经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经验了嘛。好，我们的六地证里面就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就会产生喜乐舍不一样的受。那这里的问题这样问的时候呢，这个下面那个回答呢是论里面的回答哈，是以无乐根，就是呢证不还果，没有说你从乐根进去证不还果，于后时呢在我一四三页的二四六第七行，而后来呢会退，就是代表说我用呢，我只要进入的是呢用乐
啊，进去的话呢，乐受进去，我就不可能了，会退了。好，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地方呢，他就解这一节是我们圆辉法师的解释啊。好，他就认为说，圆辉法师呢，解答是说，如果乐根正的必定不退，若是退呢，必无后时由乐根正，故知乐受正必无喜舍。好，就说有三个受嘛，喜受、乐受跟舍受。那我如果后来呢，由这个我进去的时候有乐根正，那我不会呢退下来。好，那就说，所以乐受正必不会再变成有喜或舍进去，因为呢它不会退了，不会退就不会再有其他的情况，又有别的受进去证得三果。所以故于一生必无容有三受正，它就不会有这种退退进进的问题，三果就一定是三果了，好，得不还果，所以呢，不可以说它是十一根。那又论曰呢，这后面这一段文字是也是居舍论在补充讲，非先离欲超越正第三，而于后时得有退意。好，若呢这个地方呢，是说我不是呢之前呢先呢把我的欲界的修惑的九品全部断完，因为我们正三果一定要断完，五下分解里面的贪跟嗔也完全没有了。好，因为我们的五下分解是身见、边见、邪见，然后贪跟嗔也完全没有，所以呢贪跟嗔在欲界是很强的烦恼，如果欲界的九品修惑呢你全部断完，你才能证得三果，而于后时得有退意。那你如果是呢已经呢先呢断修惑，因为修惑比较难断嘛，那你断了修惑才见到的话，那你就不会再退了，而于后时得有退，非嘛，第一句已经用非字把它否定掉了。所以呢这个离系这个离欲果，离欲果是指离欲界的欲贪的，叫这个呢三果，这里指用超越证来离欲果哈，此是指超越证。好，那他二道所得，二道是哪二道呢？下面有二道所得就很坚固了。好，下面他把二道呢写在最后倒数第三行这边哈。那解约这一段呢，就是圆辉法师的解释。他说，解释呢，乐根一定证了就不会退，由乐根进去。好，三禅的乐。好，那如果次第证，这是指超越证。那次第证的话，依次第先见到才修道，那有可能你是初禅进去，其实初禅是喜受嘛。那乐根证呢的话，一定是超越证。好，次第证为得初禅，然后呢，乐根证的话，一定呢是超越。好，所以呢，他意思说，凡夫位，假设我一开始还没见到算凡夫位，我先断了三禅的惑，三禅的惑是指呢欲界的九品惑，你才能进入色界的禅定嘛。好，那个时候你才能进入色界，初禅、二禅、三禅，后时容有容一二禅，好，有可能三禅。意思说，他在这个地方呢，见到正不还果，后时容一，就是如果我先断欲界九品修惑，然后从二禅，二禅是呢，我们的喜受还是在喜受，好，初禅跟二禅都是喜受，然后呢，后来呢，他又见到正不还果，所以呢，这个地方是超越，所以得起乐根，这个超越人呢，毕竟不退，以下面二道，其实这中间这一段都是。圆辉法师解释我们论的那一段文字啦。好，那你觉得自己读起来是不是有更清楚，有加分哈？自己去斟酌。那我们看一下呢，以二道所得好了，二道所得是因为呢，这个一先凡夫位的时候就是还没见到，那你断了欲惑，就欲界的这个九品惑断尽了，好。欲或尽世间四道所得，好，然后第二个呢，今入见到，啊，
这里的四道所得，可能他先用有漏的方式去断了。这里的四道是世间的有漏六行观，好，所以他这里兼杂的用有漏跟无漏，到了见道一定是要无漏的智慧，圣道所得。一个是四道所得，一个现圣道所得，就是代表呢，我是用有漏无漏兼杂着去修正。断烦恼的时候，因为有一些习气，其实你要想方法去断。好，你想有心的去断，它就可以断。如果你不想方法，你永远它就是烦恼一直在那里。好，这样子呢就比较稳固了，所以呢它就不会退了。所以次第正会退，超越正不会退。次第正入为一道，所以比较不稳固。如果你是二道，是不是好像有加强火力的效果比较好？然后如果你次第正呢，就只有一道德，是你要先见到再断修惑嘛，故可退矣。好，以上呢大概呢义理是这样子去把它呢引发出来，然后让我们了解哈，论有要处故具入，就是论里面有重要的他都有把它引出来，然后自己再做一下解释啊。好，先上到这里。好，那这里呢有一个标点符号，请同学稍微改一下哈，在143页的最后一行，它由二道所得嘛哈，二道是呢，一呢先凡夫位断尽欲界，的惑尽世间所得，是把世间的我们的习气烦恼都先断尽了，所以是用有漏的方式，然后第二个经入。见到圣道所得，这边呢就打句点，这边是超越正嘛，哈，超越正用二道，然后次第正为一道德，下面讲次第，所以在这一张表，我们刚刚看到他问的是不还果，他是不是像呢阿罗汉一样，有这个十一，有时候是十一根，有时候呢有七八九，因为中间这个都七八九嘛，哈，那这边他的问题呢，回答是说。在超越证不还果的超越证，因为有刚刚那两个先呢断我们的习气，然后再见到，所以它比较稳定。再来呢，第三尽力进去的乐受，它是不会再退的，好，不会退成以后呢再从二禅或是中间位置定进去，所以呢这里它就变成超越证是怎么样确定的。这里呢超越证它就变成是确定呢不会再退了，所以这边超越证呢是不会退，那所以我们以后呢会上到阿罗汉，退法阿罗汉它就是在次第证的，就比较钝根，立根的超越证呢它就不会了。好，超越证可能它以前也如是因如是果啦，他在上辈子呢就很努力很努力的修行了，所以这辈子来呢他可以超越证，好，所以他可能一投生以后他也没什么习气了，所以他在见到以后很快就证得二果或三果，但是他不可能证到四果，是因为呢四果阿罗汉呢他是在最后面要有用那个无漏好的智慧证得，那因为你如果用这个超越证，它是要怎么样有漏跟无漏兼有的部分，好，所以呢它用的是二道才能让这个超越证不会退嘛，所以它要两个都有，那因为呢四果罗汉呢它是要用无漏道才有办法，这个后面呢以后会再讨论到。好，接着我们后面的部分哈，下一个颂句。在144页哈，这三个颂呢，总共这里有三个颂，每四句是一颂，这有十二句，所以是三颂。那是要讲22根呢的分别里面定量是说成就的意思啦，哪一根成就的时候呢其他
哪几根是跟他同一组的。好，就是我们分组三个人一组，那其中一个出来就代表这个群，这个团体。好，那这代表呢，其中一根有，其他两个也分不开，因为它就代表。然后呢，如果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成就命意舍，命根、意根跟舍根。好，那意思说你决定成就了这三根呢，那就一定呢，其中一根有啊，其他两根就有各定成就，各自呢，他们都是呢决定有的部分。就命意舍，所以命意舍是一个基础。好，每一根所具有的定量，我们先看一下课本好了。课本在了144页哈，从此第四成就诸根定量门。好，今因师者成就何根，彼诸根中呢几定成就哈，就是呢要好好去。考虑的一个问题是说，其中哪一根成就的时候，还有哪几根呢？一定也会成就，这样子，好，有一定的数字啊，哈，所以说明说这个辩证关系啊，成就一根也会成就其他几根，相互之间的关系，好，最起码的。然后你要了解，它会一呢少变多，是就像我们前面看的诵句，因为它要把它呢归纳分析。然后他会从三根开始讲，再来四，再来五，再来七，再来八，再来十一、十三。所以呢，他有时候呢是要分析这个三个根的这一组完以后，再来就按次顺，按我们的顺序再来就分析四的。好，先讲了命意舍这三个。所以呢，他讲说成就命意舍，各定成就三。这个三根呢一定是成就的。好，那就说你要来投身的时候，你一定要有命根嘛。我们刚刚讲命根是维持我们这四个身体从受生到死亡之间，你的心物质跟精神互相呢相续成长在这个生命里面。就像你进入母胎以后有事试进去还要呢产生生命的这个命根，然后它叫做命根。那命根本身呢就有三个部分，它有寿命，好，你这一期生命要活多久，然后呢有能量温暖性，然后呢有你的事就住在这里头，所以寿软事都有。好，依个人的业力而有不同。好，你的事呢进去以后呢，然后它会活多久，然后这个地方呢就会摄持我们的生根，所以一定会有命根、意根，还有呢舍根。意根是我们的事啊，好，我们的事会进去就是心王。然后舍根呢，是因为你这一期生命要来投生的时候，要有命根跟意根。好，你事进去，然后有命根，那你这个舍呢？舍是因为呢，我们从母。这个这一期生命要去离开的时候啊，你要能够有舍根，好，然后你才能去受生。好，所以也要从另外一期生命离开，然后再进入另外一期生命。成就命意舍，各定成就三。好，然后这边下面呢这三个都不可缺了哈，在我们第二行144前面算过来。好，如果从旁边算过来的话，在第七行这里。好，然后若成就乐跟生这两根哈，乐根或生根的话，各定成就是。如果我有乐根跟生根的话，我一定是成就四个根。好，现在呢，刚刚是三个，现在成就就前面再加一个。那各加一个的时候，我加的是乐的时候呢，那我加生根比较容易。我们先看，如果我成就的是呢生根的话呢，那就命意舍再加生。好，就意必命意舍各，就是说如果呢我有生根，我一定要有命意舍嘛。现在加进去的来看好了，命意舍是一个基础条件，
你来投生，你一定要命一舍。那我若要长出这个舍身呢，在母胎怀胎六月，慢慢六根长成，要生出来这个胎儿有这个身体，所以呢，我有生根，我一定有命一舍，这三根，这样就变成四根，所以这样就四根一组，只要有生根，一定有命一舍。好，那我如果呢乐呢，乐就比较复杂了哈，成就乐根，乐根呢是有禅定的乐，他这里强调的是禅定的部分哈。那在我们这里讲成乐不成身，就是我如果呢成就的啊这个乐根，那因为他这里是四根嘛，所以他一定只是加一个进去。如果我今天放的是乐根的话，那这个就是一个圣人，他已经呢，所谓圣者是怎么样，证得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他有可能进入三禅的乐受。好，那因为呢他可以来到无色界了，那至少他要到三果以上了。好，那他在无色界无色界，那不好意思，无色界要到阿罗汉相、阿罗汉果了。所以呢这个无色界这里有一个界界呢，把它改成无色界，有一个错字。好，请逗号改成逗号以后，下面无色界中呢成就下三禅。下三禅是我们这里的是乐，就代表三禅的乐受啊。哦，因为他在无色界，那三色界的初禅、二禅、三禅对他来讲是下界，所以呢下面的三禅乐叫无漏的乐根，因为他已经是圣者了，他有可能就是阿罗汉，所以他已经呢成就了乐根是无漏的，不是他去贪着执着，代表是说这个呢无色界的圣人他可以自由决定我没有色身，但是我有乐受。好，因为无色界有色身吗？没有。那因为无色界是舍受，怎么会有三禅的乐受？是代表他可以呢往下来到这个三禅的乐受的这种感觉，但是他是无漏的乐受。好，所以他这边是成就下三禅无漏的乐根，他可以自由决成就决定无生而有乐，没有色身但只有乐，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没有生有乐了哈，生是没有了，所以我们就会变成有乐受的时候有一定也有命意舍。好，那如果我成就的是乐受，讨论的部分有三个哈，请你先画起来，刚刚这个成乐不成生是第一个，好，乐受有三个要讨论，第二个在这里成就生不成乐，刚刚是成乐不成生嘛，现在如果我有生但是我没有乐呢，那是哪一种情况呢？那就是呢我们凡夫入四禅的时候，入四禅的时候你已经是舍念清净，那你要把前面的乐受去掉嘛，这个就没有乐根了，下三禅乐根这个时候是断的，到四禅就没有乐根了。好，那因为呢前面那个是圣者，这个是凡夫哦，你要去注意看，这个是凡夫，前面那个是圣者，这个凡夫呢，那因为圣者他可以不要生有乐受，那我们的凡夫是怎么样，你已经入四禅的时候，你把三禅的乐受去掉，你就不可能再去断了，你不可能再回去，所以不可成就下无漏乐。好，因为你是凡夫，你不是像圣者可以自由的成就这个乐受是无漏乐受，他可能呢因为他只是入四禅，所以他把下面的三禅的乐受去掉，他就不可能再回去这个三禅的乐受了。好，不成乐根，他是成就生，有这两种情形。那这一张图其实之前有上礼拜有寄给同学，你有特别看一下，在四禅的时候他就只有舍了，三禅的乐他一定要舍掉他才能来到四禅嘛，所以这时候呢我的四禅是因一生凡夫进去的，那这个时候四禅他就没有乐受了，下三禅的乐根就已经断了，断了以后呢他就不可能再去既然已经断，你来到更高的层次你就不可能再回去了，好，不可成就下了下面的
这个无漏的乐，所以他不成乐根而有生。这个时候乐跟生都只能各选一个，所以我们有这个成就式的部分呢，成就式各定成就式，就是乐跟生这两个再加进命意舍。如果我加乐的时候就一定有命意舍，我加生的时候也一定有命意舍。好，因为乐的时候呢，它一样，它虽然呢凡夫也要有命意舍，圣者也要有命意舍嘛。好，不管你在哪一界都一定要有命意舍。好，那第三个讨论在呢下面这里，有三个讨论乐跟生，第三个讨论在前面算过来16。好，第十行的下面这里，句点的下面。好，就我们刚刚看完的下面，成乐不成喜。那现在跟喜乐呢讨论一下，因为我来到乐的时候，我前面还有喜嘛，那这个喜根呢会不会出现呢？好，这个也要讨论一下，成乐不成喜。就是说成就乐根，但是不成就喜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是因为呢一生，好，一生是凡夫，一圣人而生叫一生。一生呢他生第三定，他呢在第三禅。好，我们凡夫入三禅的时候呢进入的是有乐受的，所以他成就乐，他不成就喜。因为就像前面讲的，他把前面的喜已经舍掉了，好，他就成就只是乐受了。好，所以有这三个情况是都有成就乐不成就生，或成生不成乐。好，然后或者成乐而不成喜，就没有喜根，所以只能加一个进去，命意舍加乐，他不加喜。好，这是他们在呢把这个22根呢做这个分析归纳的一个方法了哈。那你可以了解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继续。刚刚看到诵句257到257258259260，好，前四个我们看完了。一个是其中一根出现，其他两根也会出现，是命意舍。好，命根出现的时候，意根跟舍根一定有。好，所以各定成就，成就是量，一定是有三根的量一起。然后若成就乐根跟或生根其中一个，那它就是成就四个，就是我们的前三根呢，刚刚命意舍再加生，你有生根你一定有命意舍，你有乐根也一定有命意舍，各定成就四。好，那我们看一下同一幕这里讲到呢，这个命意舍是三界九地都有。好，这个重点关键在这个三界九地，是说我们来投生是命根跟意根。好，这样的，然后舍根呢是因为你要从前一生离开的时候你要有舍。好，这样麦克风是可以吗？好，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三根是互相关联的，它是通于三界九地，三界九地只要是有情没有不成就这三根的，就一定是成就的哈。是三界九地是哪一些了？好，三界九地是我们从五趣杂居地一直到非想非想处这九地，然后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一定有命意舍啊！哈，这个一定你要先了解，大概的一定有这几个。然后接着看下一章，他讲说，那如果乐根跟生根呢，它各成就四根，是乐根成就的时候必定成就命意舍，再加进去。生根成就的时候一定有，那其他的18根呢就成就或不成就不一定。所以他现在把确定呢会在一起的先讲。好，他现在是先做这样子一个归纳。好，那下面呢我们这一章呢还是在看我们的刚刚这个若成就乐生各定成就是，因为乐受呢它会有三种情形嘛。第一个呢是无色界的圣者呢，
他是圣者，那这个看到是凡夫，那因为他在五色界当中，他可以成就呢下地的这个色界的三禅，好，就是我们三禅有乐受嘛，无漏的乐受，他可以自由的去成就，因为他虽然没有生，但是他可以呢成就这个乐受，所以他虽然没有生，可以成就乐受的时候，就加一个有这种情形的。然后第二种情形是，凡夫他进入四禅的时候，他当然就没有这个三禅的乐受，他就是只有舍受了。所以这时候，但是他是色界有身，所以他是只有平等的舍受，他没有下三禅的所谓乐受，所以他就只有生命意舍，因为他已经断除了乐。但因为色界是有色嘛，所以他有成就色身这样子。好，那第三种状况，这个我们课本上有写，他这边没有写哈，因为他觉得这个就比较简单，就是你在三禅的时候，你一定是成就乐不成就喜嘛，所以这个就没有写进去了哈。这个内容是以我们的那个彦培法师那本来放进去投影幕给同学看，因为有的人没有请这一本。那我们接着看一下下面呢，在144页的倒数第五行这里，成眼等即喜，各定成五根。好，这个下一句啊，成眼等即喜，各定成，就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还有呢，这里呢一定也有身根嘛，哈，那他呢最开始要取这个是五个，刚刚是四个嘛，现在有哪五根是一起的？当你有眼根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身根、有命根、有意根、有舍根，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有眼睛是因为你有一个生命的啊，维持你从呢这一起生命开始，然后你有这个视在帮你呢识别你眼根所做的作用，然后有舍，因为你从前一生呢离开来投身这里，所以命意舍，然后身跟眼都有，所以如眼是这样子，那耳鼻舌三个是不是也一样呢？所以在倒数第四行，如眼即耳，既然眼根是这样，那耳根、鼻根、舌根三根也一样啊，就耳根有一定是命意舍身，这四个都有，就把前面四个呢再加进来。如果我有鼻根，我一定有命意舍，然后呢舍、命意舍身，还有呢鼻根。好，那我的舌根作用一定有身根、命根、意根、舍根。好，就是每一个都跟眼根一样，就是加前面的四根。好，那另外呢，他下面又讲成眼等即喜，还有另外一个喜根的部分呢，讨论喜根呢成五根。好，喜根呢它是呢也可以成为五根，就是有喜根的时候必定呢也是有命意舍，但是不见得有身。好，因为它这个喜呢，这里就有后面的这个论里面的内容了。好，就讨论到是禅定的问题了。好，所以他命意舍，然后呢有乐跟喜，喜根呢也有。那我们看一下下面，又论曰呢，第二净律地，就是假如你进去的是第二净律啊，哈，第二净律我们知道，第二净律这一张表了，好，看到是从了我们的喜乐一心，好。当你在第二净律进去第二净律的时候，你还没达到第三净，还没有乐哦。那你要呢舍下，你的下面是初禅，初禅是寻视喜乐一心。好，你要先把初禅的寻视舍掉，你才会来到二禅的喜乐一心。好，所以你舍下未得上，你还没得到呢三禅的乐一心，那怎么会有乐根呢？这里不是有命意舍乐跟喜吗？好，那这里是成就喜呢，好像也有乐这个根在里头了。好，他现在就要说明，那这个下面刮胡是圆辉法师把这个论里面做一下解释。这个文义是说问难
前面喜必定要先成就乐。好，那我们这里有喜嘛，那这里他意思说一定要先成就乐。好，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喜是在比较前面，乐比较后面嘛，哈。那为什么会有乐呢？那他讲第二境律自己这一地呢，他是没有乐哈。所以你看一下，自地有乐吗？因为如果你这边哈有喜禅之乐禅之一心，他当然他也乐，但是这里最明显是喜觉之。好，那第二境律呢？因为呢，他其实是有喜跟乐还没有很呈现，呈现呢最多的乐呢是三禅。好，那初禅有三世，初禅它有行识喜乐一心。初禅的三世在前面我们讨论过，初禅呢因为有行识，有行有识，但是呢它没有鼻根跟舌根的作用，有鼻根舌根，但是没有鼻识跟舌识，它只有眼识耳识身识这三个，所以初禅只有眼识耳识跟身识，身体有身体，所以呢他这个三世的乐里面有一个是身体的乐，眼耳身的乐，这三个乐有好精以舍尽。但是你今天在二禅啊，你的这个眼耳身的三世的乐要舍掉，你才会进入二禅嘛。好，所以呢第三禅异地的乐呢，在这个三禅最强的是乐受呢，今复未修得，现在呢还没有修得，今复未修得，现在呢又还没有修得，所以呢舍下未得上，你舍了下面的初禅，但是你的三禅还没有得，怎么会有乐呢？他意思说我舍掉前面的眼耳身的乐，然后呢三禅的乐我也还没得到，那我这样在二禅是喜比较强了。好，那下面呢他说当言成就第三境律，这个这边开始又是论里面的内容了，论里面观胡小智是圆慧法师对刚刚那一段文字的解释，当言成就第三境律，好，应该讲是呢成就第三境律的哪一种乐呢？染污乐，还没有清净，不是无漏的乐根了。前面我们看过三禅是无漏的乐受乐根，那现在是有染污，代表你二禅还没有去得很干净，你来到三禅的乐还不是完整的无漏的乐，余未得，就是呢清净无漏的乐根还没有得，好，只有染污的乐。所以他的刮胡小智又是对这个回答呢解释，这是回答的文句哦。当言这个回答说，因为成就第三境律的染污乐根余未得，那其他那个清净无漏的乐根还没有得到，所以他回答说未断第三禅的染污必成就，还没有断的这个部分还会成就，那余未得，其他的清净无漏的乐根呢还没有得到，余乐未得。好，就这样子。好，若成就苦根呢，好，那这里到这里就是讲到呢，因为呢他是三禅的这个乐是染污的乐，所以他现在的这个乐呢喜一定要加乐，因为喜刚得到的时候呢他一定呢意思说命意舍一定会有嘛，我们根据前面来讲有乐的时候有命意舍，然后呢喜呢在乐的前面，所以呢他觉得喜呢也要加进来，有喜的时候有命意舍乐，这样子。好，因为呢你要得到的这个乐呢有一个状况是你入了三禅的，要从二禅哈入二禅要进入三禅的这个中间的乐是一种染污的乐，这个染污的乐必定还带有什么二禅的喜，有染污嘛，记得染污那两个字，染污呢必定还有二禅的喜，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有喜根，那我的前面呢命意舍的乐也要进来，它这个乐呢不是清净无漏的乐，是呢有染污的乐，这个染污的乐是因为它还有二禅未清净的这个喜受在里头，这样子。好，
好，所以这个答案呢就是三禅染污乐事。因为我要前面的命意舍乐呢，有的时候还要加喜呢，是因为喜的问题是来自于呢，因为二禅的那个喜受还没有完全去啊，等于说你要舍前面才能得到更高的禅定嘛。那你要到三禅的乐的时候，你的二禅的这个喜呢还有的时候叫染污的乐啊，这是这个论里面的回答。好，那接着呢下一句呢就讲，所以这个刚刚是讲到五根了，好，就说你有喜的时候一定是命意舍乐都有，那我若眼根有的时候，我是命意舍然后眼根还有身根，好，等于说前面呢我们是有一个乐跟身分开嘛，那你来到这里的时候有分两个部分哦，一样眼根的时候配身根然后命意舍，耳根的时候配身根命意舍，那我的喜的时候呢我要配的是乐根然后命意舍，这样子。所以他这里也分两个部分，成就乐身各定成就是，那成眼等是配合身，然后成喜的时候各定成五呢是配合乐，这样子。好，那下面呢我若成就苦根呢，苦呢下面我们继续看一下，在145页的第一行，若我成就苦根哈，我们欲界才有苦，上二界是没有苦的。那欲界有苦呢，但是对圣人来讲的话呢他就不一定是苦了。他虽然在欲界修行哈，修到四果罗汉的时候呢，他这个色身还是会痛啊，但是他不会呢被这个苦呢给这个障碍到啊。所以成就苦根呢比定成就期，这是我们前面的部分哈，生命意舍喜乐，喜跟乐都全部进去了，然后再加苦，因为你有苦一定有相对的喜跟乐，你才会感受到苦嘛，对。所以呢我们就把前面这刚刚这五个有还要把身哈，它因为现在前面的部分其实呢身呢跟喜呢还有乐全部加在一起的时候，它变成是有几个，再加一个苦就六个，六个再加这一个苦就变七个了。所以若成就苦根呢比定成就七，就是这个苦呢定成就七根是生命意舍喜乐，好，然后再加苦，前面变成六个了，五个因为把生根这个喜乐呢多加进来的话，变五个变六个，六个再加一个苦根，那苦根必是欲界。那我们一些圣人哈，像目犍连尊者，他后来呢是要还他的这个等于业力的现前嘛，因为他之前杀了父母，所以呢他的业力现前的时候他被这个外道呢打到身体烂掉。那请问那个时候他有这个苦根吗？解脱的圣，他证得四果罗汉了，他没有。好，他呢就只是知道这是业报，我该还了。好，时间到了，因缘到了，他该还，他就承受业，但是他没有感受到苦。所以呢，欲界才有苦，上二界众生没有，更何况他是证得四果罗汉的圣人，他就没有这个苦根了。啊，他只是承受这个业力，把他呢还完。然后最后呢他的禅定再让他，因为该还的还是要还，还完以后他的神通力再让他的色身呢回来，然后呢跟世尊报告以后再入波涅槃。因为当时候他知道说他该还的业到了，他就是要还，所以他也没有用神通力呢去躲。好，那下面呢看到成苦呢必是在欲界，如果你今天是解脱的圣人就不一定在欲界了，他的心呢已经是超越了。所以这里有七个不可缺。那于四受呢，四受内，四受是哪四受呢？就是我的忧去掉的苦乐喜舍这四个，忧呢要除掉，
那为什么刚刚这个苦的时候忧没有进来？因为我现在呢，按顺序我要三四五七，这个时候苦跟有的时候呢，再加前面六个乘七。那我现在加忧要乘八的时候，我要把它放在下一个位置。那而且生根呢是比较属于什么样？苦受是属于生。你看这一张图，应该我们之前看苦的时候是生受，若忧是什么？心受。所以先讲比较粗的身，好，我们的苦受有两种，身体的是叫苦受，心叫做忧。那一样，我们的二十二根里面，苦根跟忧根呢不一样，这个比较接近就是肉体的，然后这个比较呢属于心的，好，苦叫忧受，然后乐呢也有乐受跟喜受两个，一样是分身跟心，所以这个名词哈，这个名相不一样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它这个。乐受是指身体，喜是指心，但是禅定的喜跟乐又不一样了。好，如果我们以初禅、二禅、三禅来讲，这个乐呢是在三禅，喜呢是在初禅跟二禅了。那这个讲的是欲界我们的五受，好，五受不一样。好，你要看他讲的是哪里。好，舍受的话，身跟心都一样，都不苦不乐。好，那我们现在看到呢，忧。前面我们上过这里呢，他讲离欲舍，如果你于离开欲念的话，就可以舍掉忧。好，就是说，当你呢，不是一手果，它不是必然，不是你当人就一定要忧根，你要了解哦。好，这一生的忧是因为你怎么样强思而起，胡思乱想，好产生出来的。然后所以呢，忧是非一熟，这前面都上过，但是它会产生一熟。如果你不断的在那边胡思乱想忧的时候呢，你就会产生果报了。好，这是因为忧产生果，但是呢它来投生的时候忧不是一熟。好，如果你今天懂得离欲无忧啊，你没有任何的贪欲，然后你当然嗔心就比较不会起来，然后你就不会无明，所以如果离欲的话，他就无忧，他就不会招感果报。所以他这里离欲舍，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在这个四受里面了，没有忧根，是因为这个是一个离欲的这个圣人或修行者的话，他就没有了。好，所以前面那个先讲的是苦根的身。然后下面再讲到心里面的忧，如果今天忧根成就的时候，一定是八根。好，哪八根呢？就是前面的生命意喜乐舍苦，也一定有苦，那再加忧，这样子必然是前面的再加进来。好，那我如果成就男生呢，一定也有生命意喜乐舍苦根，只要是欲界众生分男生女生了，那你来欲界一定有苦有忧嘛？忧没有，忧另外算哈。你现在是男生跟女生分开，如果女的话也加前面的七个，男也是加前面的七个。好，忧呢另外独立是忧呢一样，忧跟有一定有生命意喜乐舍苦根。好，那因为是欲界众生才分男生女生嘛。所以呢，欲界一定有苦根，所以呢，因为欲界有男或女，那一定有女根的话，一定就有生命意喜乐舍苦根啊，因为在欲界。那下面还有性情念定慧，所以我们修行才会成就嘛。如果你在欲界没有性情念定慧，那怎么修行证得无漏？所以呢，性情念定慧它也成八。但是他不是自己一个，他是呢跟命意舍一起。好，你有性，你只要来投生，当人呢，一定你就带着你必然具有的这个优质的本质，性情念定慧这五根，只是你有没有好好去把它呢运用，善用其心，直至成佛。那你怎么善用其心呢？就是你的性情念定慧，你的念呢时时保持正念，好，那你精进。然后对三宝的信心很坚定，然后开花智慧有禅定力。所以呢，下面的八呢是成女必成就八，如七根呢，七根如苦呢，这里讲前面的那个七根再加女，然后男的也是
八也是七根，如这里的如苦就是如我们的苦根，再加前面六个变成七个，好，更加难根。然后忧根呢，亦是八，也是七根，再加忧，好，这样子。好，那下面呢，他讲到呢，若成，好，若成性呢，那在性情念定慧也成八，是命意舍这三个进来。我们一开始今天这个诵句的时候，就第一个他讲命意舍，因为命意舍是成为所有条件的根本。好，再来呢，好，刚刚我们现在我们刚刚看到这里哈，再把这几句再看一次好了，前面的。好，那这个眼耳鼻舌息呢，这五根也是一定在一起的嘛哈。刚刚讲到是说眼睛呢，它就命意舍身，息的时候也是一定是命意舍。好，然后呢，它这个因为要再跟身一起嘛。好，这个它这边呢，命意舍。他这个眼呢就没有生了，他是跟乐一起。好，所以这边呢，喜根若成就，就一定成就命意舍乐。因为呢，喜根在这个乐根的前面，那你有乐，一定就代表你已经是喜根成就。所以喜根成就的时候，他这边还有乐。好，因为呢，生到第二净律的有情，它一方面要去除初禅的眼耳身三识的乐，一方面它还没有得到三禅的异地的善乐，所以这也是染污的乐。好，这个乐的，因为有喜根嘛，有喜根成就，那可能喜根还没完全去除的时候呢，它还有一些染污的乐。然后呢，成就苦根的时候是这个是深受的苦哈。他一定也有生命意啊，喜乐有才会产生苦嘛，然后还有舍这样子的六根，与之成就就有七根。那苦根成就必是在欲界上，色界跟无色界都没有苦了，在欲界中有苦根，所以呢，余受必同时有。要了解这个红字，就是说，既然呢你会感受苦，相对的喜跟乐一定都有。但是呢，还有舍也一定有嘛。但是呢，这个忧受呢，因为它是呢，心离欲才没有忧，所以还没有讲到身，讲完还没有讲到心，所以它把它归到下一个哈，是下一个八根。好，这一章刚刚看过了。好，接着下面呢，是以成就的八根呢，是哪八个哈？就是一一呢，如果成就女生的话，一定是有前面的这个部分哈。这个部分呢，就是命意舍身，好，然后苦，好，舍受命意舍，然后呢，这个喜乐，还有苦。那因为他这边呢是把一个一个要加进来写进来哈，所以性情念定慧是另外一个单位，前面呢女男优呢各一个单位。好，那如果是加呢性情念定慧的话，他只要加命意舍，好就可以了。所以成就性根的时候，一定有命意舍，还有呢情念定慧。好，因为你相信，你就会有情。精进去修行嘛，然后你就会有正念，然后你就会保持镇定，就会有正慧。所以呢，情的时候一定也有信念定慧命意舍哈，就是这个优质的就会相对的一起起来。好，那下面呢，后面有两个二无漏十一，初无漏十三。二无漏是指呢我们的二果跟这个三果。好，然后呢，出果呢叫出无漏，好，这是它的这个名相。好，那我们看一下呢，二无漏十一，先看一下课本，课本在145页的第五行这里，第五行这里，
好，第五行这里二无漏是呢，指已知根跟具知根，就是二果根。这里还有一个具知根哈，所以呢，具知根就是四果嘛。那这里还有一个已知根是，我们的二果跟三果各有十一根。是呢，已知根有十一。好，就是命意，它这也要分两个部分。已知根的部分呢，它有二果跟三果，所以命意喜乐舍性情念定慧，这样加进来是不是十个？然后再加一个已知根，因为这里是已知根这个部分有二果跟三果，那你要修行一定要命意喜乐舍有嘛，然后性情念定慧都有。好，然后下面呢，具知根也是一个，是前面这十一根把已知根除掉加具知根，因为它是在四果，所以二无漏呢是讲这个二果三果四果都有，都是十一。所以当你成就了这个具知根的时候，你前面的命意舍喜乐舍性情念定慧一定都要有嘛。好，那如果你成就已知根的时候，也是前面这十个也都有。好，那再来呢，下面呢再来倒数，从前面算过二四六，第八行初无漏是三。好，那如果今天我是初果呢，出国的时候是十三根，就是未知当知。好，未知当知，然后呢一定有嘛，因为要出国，出无漏根必成就十三。那这个十三根前面差在哪里？为什么多两个？我们刚刚讲你是从凡夫跨越正得出国，所以有生根跟苦根。好，你在欲界修行啦，所以呢这里讲到呢，这边讲到说生命意喜乐舍苦性等五根及未知当知。好，未知当知是算一个，所以呢变成十三个。此加生苦生根跟苦根呢，若成未知当知根，必定在欲界。好，必定在欲界，一定是有生根苦。好，那就是代表了你有生根苦，然后呢你才有办法证得出果。为什么？因为呢欲界有苦嘛，然后呢这个苦呢就会让你呢去见道。好，所以见道一定是在欲界，这一句话的强调是说见道必定在欲界。所以诸佛菩萨都在哪里修行？他不是照天上天界去修行，他都在人间成就的哈。那这个就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这边的一个资料哈。好，这里用个那个比较有趣的方式想一下，初禅，如果你今天是生在初禅天的人呢，他有办法见到嘛？就没办法，因为色界有四重，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好，那第一重天呢，就是初禅嘛，哈。那这个由修得色身的初禅相应的定力投身来这个地方，假设你投身你在往生的当下你刚好入定入初禅，那你也没有特别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或东方琉璃净土的时候，那你就依你的定力到那里去。身为初禅天的新人呢，这个名称是这个好，我们初禅的天人的名字。好，因为他有喜根嘛，哈，然后喜受，他喜见了，并没有闲着，他，就是呢，成年不久，他就找，他也想要解脱生死，但是没办法，所以我要印证刚刚这一句话，你成未知当知根，必在欲界见到，但是呢，他成就是初禅的天人的时候，他有办法见到嘛，他就要想，生死轮回呢，到底怎么样让自己不要再继续。那几经呢探访他很失望，原来呢这里只有这下面好这一段文字，就是说透过很深刻有力的禅定进去的，那所有的欲念，我们知道初禅可以扶住五盖，但是没有办法断。好，
那他呢，可以呢，把他的所有这些欲念的种子呢，把它潜藏起来。但是呢，今天你看不到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就像我们苦集灭道，你要找出原因，你才能解决你的苦地的问题。那如果你原因找不到，你怎么去解决？所以呢，今天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深受心法。你在修的时候，你一定要关照到你的念头，你的受念处，你的心念处，你看到了如实观，你才能呢，让你下一次呢，在修行的时候，这个烦恼你可以清楚的看到，然后对治。那如果你看不到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找到你这个原因去对治了。所以色界出禅天的社会呢，就把这个僧侣们长长幼尊卑的这个顺序进化到最高的境界了。那这里的天神每一个都浸润在禅定的喜悦当中。好，禅定的喜悦各位应该知道，就不用一定要像人间的食物了，它可以禅悦为食，就像我们的呼吸一样很自然。然后呢，在任何时间里面，它都可以享受到呢内外的身心还有各种感官很稳定的那一种喜跟乐。所以呢，我们刚才看到喜乐的时候呢，它可能就不一定会是在欲界了哈，它可能上升到上界了。由于呢是禅定的力量所形成的身心，所以它不需要用嘴巴跟鼻子。我们刚刚讲欲界呢三四不是初禅有三四的乐，在那个一四四页倒数第二行，初禅有三四乐，这三四就是已经把我们的鼻跟舌去掉了。好，它只有眼耳身三个四了。好，他们没有这个嘴巴跟鼻子的功能，他们尽管他们还是有能力随时去变现使用，但是他们呢，所谓变现使用是他们可以借呢下地的事来感觉。那他们是用全身来跟空间交换能量，这个了解吧。因为这个时候呼吸可能进入似有似无，不需要呢靠人间的呼吸。四禅完全是不用了哈，初禅还有一点点，然后理所当然不需要用鼻子了。好，然后又因为他内在禅定的喜悦，所以呢像泉涌般不断的得到，因此呢长嘴巴当然是多余的了。他们 不吃嘛，然后呢这个嘴巴呢就不需要了。好，他们的沟通也不需要用讲话的。好，我们的嘴巴除了吃还会讲话。好，那色界的初禅的这个天人呢，他怎么说话呢？他们呢只是用这个体表的震动发出的光波跟声波都可以用能量波去所以初禅的进入初禅的人呢，他会语言呢就讲很少了哈，就能发出类似呢高级的这个声音效果，远程而清晰的泛音，这就是他们不需要长嘴巴说话的原因。然后他们也不用为了呢吃三餐好然后呢去努力，所以呢不会跟人类一样。那当然我们的这个三餐以外还有名利的心啊哈，所以人类社会就会有战争嘛，没有办法和睦相处。所以这些呢就算有一些你之见上跟别人不一样，也不会互相伤害，就是衣食自足。所以但是他每天呢在每一个星球，可能他的层次，我们到那个世间品你会看到，在这个刀立天以上，还有我们中间有一个须弥山，然后呢他会呢在那里呢去寻找不同的这个星球里面的名师啊，然后要去呢解决他的生死问题。好，他们要治愈生死问题，就跟人类去突破铜墙铁壁，这个墙壁跟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突破吧哈，很困难一样呢，他要解决生死问题呢也不是那么容易。那可见呢还是要在欲界有苦啊，你看得到你的一些身心的问题，你才能够去解决啊你的轮回的问题。所以呢身在天界有福报，但是呢不见得是一个好的修行地方。好，所以刚刚看到必在欲界才有办法见到，他碰到的每一个师长都告诉他，有形有高下的生灵呢，最高生命境界就是
出产，他们的最高就是大梵天王了，所以呢他们的以为这样就是一个最高的境界了。好，他们的时间呢跟人类比起来就很长很长，要几千亿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告诉他解脱之路怎么走，所以呢出产天神们的寿命呢就是都很长。然后他们一生见到呢我们下界的众生啊生生死死无数次，好，因为他的时间很长嘛，那就像我们看到那个小蝼蚁，好，他已经呢生出来，然后呢又死了，又下一代他的生命又出来了，所以你的一生也要看到多少蝼蚁的出生跟死呢，一定也是很多无数次。好，那他们呢就对这个视若无睹，就像我们人类看到无数次的种类的这些昆虫啊，早就没有感觉了。好，所以呢出产天神内呢有长远的寿命和禅定的力量，外有纯净舒适无处不放光的宇宙空间，这里呢不需要恒星来照，没有白天跟晚上，他们都一直亮的，然后每个天神跟乌色呢都一切万有无不放光。好，那这样的一个空间跟时间呢其实也不适合修行，因为在这个地方呢生命呢就是这样子无量寿无量光的很舒服的等着啊你的这个生命消失了。好，那我想下面应该不用看了啊，大概呢就是了解一下我们他们这种感觉是一个快乐泉源，但是呢我们借由苦呢了解真正的快乐是在怎么样，他们是靠定力来维持快乐的。那下面呢我们这个卷这个诵句大概应该到这里就完成了嘛。好，那我今天应该后面还有两个再把它讲完好了。好，我们继续看一下145页。145页呢在这个后面算过来四行哈，极少八无善，是我们成就的是呢这个无善是指一禅体啊，哈，那成就的最少最少的根要八个，要算最少的至少八个，极少八无善就是一禅体，一禅体就是断善根的众生，他名无善，比若极少成就八根，好，就是因为呢断善根，那当然他就没有进。性情念定慧的五净根了，它只有五受，就我们的五受根，我们领纳苦乐忧喜舍，还有呢命根跟意根跟身根，好，都一定要有，所以五受加身命意这样子，这是一禅体。好，极少八无善，好，就是最少最少有这八个，就是五受根跟身根跟命根跟意根。然后成受啊，受这里的受是五受哈，身根、跟命根、跟意根。然后余生呢是指凡夫。好，凡夫呢还有无色界，无色界呢，因为刚刚讲无色界是一个禅定的地方，但是呢它不见得会怎么样，有悟道的机会啊，哈，他没有看到四圣地的真理，他们还是凡夫。所以凡夫跟无色界他们一样都是成就的是命意舍，刚刚讲命意舍是一个基础，然后呢成善，哪善五净根叫成善，他们有成就善的五净根，好，就是性情念定慧。因为呢凡夫呢都可以修行正果，是因为必然具有五净根，除非呢前面讲的一禅体，所以呢这里就这样成善是指五净根，一项呢是善的，五净根一项善就称为善。好，所以下面呢因为一生凡夫还没有见四圣地的真理，那我们要见四圣地的真理要从苦地开始嘛，所以呢欲界的苦是好还不好，是好，是你的老师，你才会精进的用功修行。那因为呢一生凡夫未见真正的苦地，所以呢他也不会去修行。好，若呢但是他有性情念定慧，这个呢必然有的，所以余生跟无色界呢都成善意命意舍。好，这个是最少的，然后呢下面开始成就最多的。
好，不过刚刚我们呢看完那个前面的部分哈，前面那个看一下。这一张图呢，应该要先看一下哈，先看一下这张图好了。看我把这个有关命意舍的呢，都把它呢用颜色哈，除了这后面这三个，然后这边还有没有放的是，其实也有命意舍，只是它分开而已。好，那从为什么它这边呢，把这个五五四应该从三四五六七开始排，对不对？那为什么？因为它要从眼根，我们的五根呢开始，然后呢按二十二根的顺序嘛。好，所以呢眼的时候呢，你有眼根，你必然有命意舍，这个颜色弄少弄掉哈。那一定有身，这个呢就看到好，所以身根一定，它这个就变成第四个。那我们的一开始是哪两个？成就意根跟命根，还有。哪一个舍，好，这三个呢都一定是命意舍。好，那这样子呢，这一张表也会寄给同学了哈，让你比较清楚，一看一下这个表就大概知道我们的诵句要跟我们讲的是呢，当你成就了其中一根的时候，但是它是慢慢加的哈，从命意舍一直加进来，加一加呢，这个身根，然后身根加完再加眼耳鼻舌这样子。好，那到后来呢，这里呢都性情念定慧呢，他们呢是一定命意舍，其中呢有性的时候，其他的情念定慧都有这样子。好，那下面这一章呢就把我们刚刚那个做一下统计，当我是在呢四色根的时候，我是在哪里？我四色根是眼耳鼻舌，好，眼耳鼻舌一定是在欲界，但是有可能你生出来的时候，你的眼根哈，没有长好，未得已失，或你生在无色界的时候，你有四色，这也现在另外一个归纳哈。那我有生根的时候呢？啊，对不起，现在哈，整个要讲是，当你有生根的时候，一定是没有在哪里。这里这一张表要告诉我们是说，必然呢，你的生根不会生在无色界。那你有四色根的时候呢，好，你呢是身在欲界未得已失的时候，你就没有四色根，没有的状况是身在欲界未得已失，或你身在无色界的时候，你也没有四色根。好，那男生女生是哪里？上二界就没有，色界就没有。然后你身在欲界的时候呢，你没有生好的时候就没有的时候也没有。好，然后再来乐根呢，是刚刚我们刚刚看到乐根呢是凡夫生在呢第四境律的时候就没有乐，因为他已经去掉三禅了，还有无色界也是舍受。啊，喜根呢在凡夫里面呢，他是呢如果你入禅定的时候，第三禅跟第四禅是没有喜，只有初禅跟二禅。好，无色界也没有。好，苦根呢是上二界就没有苦，这讲这里全部讲没有的哈，因为我的表呢在后面才会整个出现。然后忧根呢是离欲的，离欲贪的人就没有忧。然后呢善根断的人呢就没有五净根，所以刚刚看到是产提啊。然后未知根呢是出果的还没达。出果相还没达到出果嘛，所以一生呢的时候，如果凡夫呢就还没有未知根，未知根是开始要进入欲流相了，那正果圣人也没有未知根，已知根呢是二果跟三果，所以呢一生凡夫还有刚刚见到位的也没有，阿罗汉四果也没有，他在二果跟三果。好，具知根呢是怎么样？有学位没有？因为他进入无学位一生，所以最后一个是比较重要的，不能成就的啊，就是这些根呢，再怎么样的状况，它是没有办法成就的。那你就可以去分别了哈。下面呢，我们下面的146这个这一页里面还有最后一个诵句。
这边呢，极多成十九哈，是讲说最多最多成就的是十九根。好，那十九根是怎么算呢？好，如果你以二行，二行是指呢哪一种人？分不出性别啊，他的身体里面不好是男生还是女生。那依印度的他们的传统认为，你的生理不是健全正常的人，没有办法修行正果。所以二行要除三净，三净是哪三净？就是我们刚刚讲，未知当知，已知具之根，这三个啊要除掉。所以呢，一生凡夫成十九的是有一种状况，他是性别不清楚的。好，性别不清楚，他一定不会成就圣道，所以呢，他非圣，所以呢没有三净，二行除三净，三净就是三无漏根。好。然后呢，接着呢，除此三外，好，除这个三呢，以外的其他的十九根，他都有。那圣人呢，像前面是二行，现在是圣人未离欲，圣人未离欲的时候呢，他也要除二净。好，圣人未离欲的话，要看一下我们前面的表格了。这个呢，离欲的是呢，已经呢，好，未离欲在哪里嘞？这边还有欲界的修惑，这边都算还没有离欲。只要呢是在这个不还果之前，因为不还果已经断完欲界的九品修惑，所以他算叫离欲的圣人不还果。所以不还果之前的欲留相、欲留果、欲来相、欲来果、不还相。都全部是未离欲。好，所以他这边写说他说出果二果及不还相。好，其实出果跟二果以外还有不还相，那前面还有预留相跟预来相也是算在里面嘛，他就是叫做未离欲的圣人。好，离欲的话是三果，已经断九品修惑，那除二净一行，就是呢他呢要除掉，因为他在这个位置的话，然后如果他是在前面见到位的话，明他除的根是看他是在哪个位置。如果他是在见到位，见到位的时候，住见到的时候是在这个预留果跟预留相这里的时候，他要除掉的是已知根、具知根这两个。好，他前面因为他呢未离欲，他有可能有两种状况。一种是修道，修道就在这个位置，见道在这个这边嘛，这个位置，对不对？然后呢，他如果是见道的时候，他要把这个已知根这个位置，还有呢具知根呢都要除掉。那如果他是修道的时候呢，他就要除未知当知根跟具知根。好，有三个根，他们呢看他的位置，然后除掉各除掉两个净根，所以。除二净是除二个无漏根的意思。好，那除一行呢，就是这个人既然他要当圣者为离欲三果圣了，那一定是男女性别要清楚啊，如果中性的就没有办法了。好，因为这样子就变成了他的这个生理机能不正常，在印度来讲，他们认为他不会起大恶也不会起大善，所以不能修行正果，他们的认定是这样子。好，所以就有这样成就的都各是十九根，这两个都成就十九。好，好，除位置，然后呢，随除一种以诸圣者无二行，好，故欲界圣呢除三净。那如果欲界圣呢要除三无漏根，因为欲界圣是可能他是还没证得果位，只是呢。欲界的这个习气除掉，它也是啊外于十九根，欲界圣也是除三净，也是十九根。
好，所以它这个就变成有两张表哈，这一张呢是我们前面的八根，极少的有八根，就是呢，如果它是断善根的话呢，就五寿根跟命一生，然后呢，好，因为他的寿已经进来这里，所以他舍没有犯。那如果余生跟五色界，他也是八根，是五净根跟命一舍。好，那刚刚我们看的那个颂句呢，它的图表就是这样子的，最多的十九，就是俱生男女二行的，它呢是十九，它要除掉三五漏根，然后未离欲的修学圣者是有出果二果还不管，像他是见道的十九，好是除掉男生女生的其中。还有已知跟未知，男跟女除掉一个，然后再除已知跟俱知，好是见到位。那如果是修到位，除掉是俱知根跟这个未知根，一样是除掉一个性别。好，来诵句呢，就是这个内容了。好，回向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